最近有一段关于那英近期状态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视频中的那英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一抹红唇冷艳而又高贵，头发被利落地扎成低马尾，气场强大。不得不承认，那英的皮肤状态一直都很不错。画面中的她皮肤紧致光滑，细腻白皙，仅从外貌上来看，根本不会知道今年的那英已经53岁了。可想而知，她平时一定很注重保养。在视频到后面还拍到了那英进餐的动作，只见她直接将食物塞进嘴里，动作豪爽，非常接地气，期间还时不时地向周边的人互相敬酒。网友们在看到这段视频以后，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，很多网友都感慨娜姐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强大的女王气场，也有很多网友看到那英吃饭的动作时不禁直呼实在是太接地气了。当初在宣布退出好声音节目的时候，节目组也发长文对那英近10年的陪伴做出总结，并且告诉观众们她的退出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安排无法调整，言语间充满了感谢与怀念，令很多粉丝动容，未来希望那英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